答应。亲爱的骨气不输人，民族断言来匹配祖宗，你爱爱本来本人风发阿银就会卡银。感应客家人哦，做客家人做半人，唔免像其他人用词啦。哦，唔过哦，加油啦哈。哦，做半人普通话你是七婆按就叫按去挪啦哈。用挪。用挪啦，头摆哈，有人啦哈，去啊单手写啊哈，佮割无的时节，诶做半人啊哈。佮其无法度啊，即个是佮人，其实半七七七七啦哈，是断就叫断佮。给你给很多背起的东西的哈，其实还用踩啊哈，踩没亲人啊，不过是唔会有角啊哈，哎呀是去煮啦，佮是很多是食方法，是食解啦哈，做唔起忙然后天休的时间啦，做半人是用各样踩啦，啊其实哦做半人做缝半也重要，就变到缝半真好是变到两面半哦，本起变袂难，本起落去啦哈，很半人啊哈是用给很多。半斤的葡萄两面当，攞到该是唔会黏的。哦，你啊，所以讲你啊，背起的作用也非常的大啦。除了自己本身啊，做表蛮忠厚的时间，做了表啊背起蛋糕，煮熟也都表啊烂，哦，本起就稀的，还有面的东西也做陈列啦，哈。也做的，还做的将东西去晒啦。晒东西，晒东西，像晒菜管里头，晒东西的作用。晒东西也可以揉东西，嘿，也可以哈。做茶，头摆人做茶，做小小的茶，也做得冰了，背起去吃啦。哦，茶也可以晒那个制作茶的一种过程哦，也可以这样子，也可以用的，放茶去揉啦，去揉这样子，做去挪啦。哎，王大哥，帮我看看那个红色的小笼包。哦，不是，这个是小笼包吗？哦，两那样都小笼包啦哈，两都咖喱的啦哈，咖喱的嘛意思，咖喱啊哈，咖食材哈，没真咖的咖啦哈，嘿，很多咖喱的啦，咖酱的咖啦哈，咖喱啦哈，是意思是讲咖喱成了喜，该欢喜啦哈，过年的时节啦，俩咖喱的迄过年。
过年时尚有用过的。江油粥啦。各位观众朋友，你们看一看哦，这个像不像红色的小笼包？其实真的很像哦，不是我哦。加哦，他们是加红糖啦。加红糖，所以变红色的。哦，一般你也总爱说的过年的时候。过年时候江油粥啦，不过你哈安尼啊吼，按次序，同时按丰富的时节吼随时。那两是上诶，上多诶，先做，然后说来说啦，嘿，是这样。一接拍落来看到咧吼，抓起扮演啦吼，扮演，扮演都亲接看到啦吼。扮演诶时节是吼有戏丝啊嘛，这样吼，是有做扮演的吼。吃了这个会长大一岁啊。哦，你也是会扮演，所以讲他讲你啊吼，他家对咧扮演要做镜头重。嘿，你啊每个高天啊吼。诶，过五四天做完工的时间了哈，是有做半人了哈。韩国妈妈，这个半人啊，哦，要怎么煮才会好吃啊？半人哈，观众朋友都很想了解。给你一些甜的，但是诶，吃甜的，甜的甜的哈，青豆方法吧哈，头摆啊是诶，半人汤起也是汤的微微啊是。汤的微微啊，是的，就刷那个。我当过年时也是不用捞去。汤半人是有一只。就叫诶，各种诶方法啦吼，你做唔得讲水蛮滚，是冰落去吼，唔要煮个龟我果果啦。哦，就是说，如果说各位观众朋友想要吃好吃的板圆哦，就是要水很滚的时候，你才放下去，再捞起来，这样就会好吃。水不能太少哈，水不能太少。水啊，冰下豆豆喂，它多滴，这样唔会黏黏哈，果果安样型啦。有人讲哦，说你啊板圆江中有钱带哈，你意思是讲台湾人。啊，主动都江中用啊，好料啊，全部都带啊，意思就江中用钱带啊，哈，佮见人见肉见辣啊，中用啊，佮是钱都带下去啦。哦，就讲哎，还唔讲哎，大爆米线唔会好熟啦，爆米咩以后啦。哦，过来是哦，你也看到哈，你啊，你也是菜包。哦，今年的菜包。菜包啦哈。跟我们平常所看的菜包并不一样哎。菜包用我某兄弟啊。他是说那个用好像面粉做还是？哦，里面包玻璃菜这样。哦，那个是水煎包啊。哦。哦，你啊吼，你啊迄种糯米老放来面向下做的啊哈。哦。你啊糯米老。我用板铺咯。糯米老放来面啊哈，迄对板铺啊，你啊菜包是上面哦，那吼是加一滴的放来面啦，大部分来讲哈，十股啊哈，系五股，也系六股啊哈来。放来面啊哈，该拌的是唔会按热啦哈，但是该样拌啊，煎啊起来你说是啦哈，都人还是会好硬。好是，但是唔可能会热热啦。对拌铺的拌是好软好软啦。有红白米跟那个糯米，糯米跟蓬莱米啊。原来客家人的这个菜包就是用糯米跟蓬莱米做成这个皮啊，不是像我们外面所吃的那种。那个是面粉的，那个是面中央的哈，里边都包菜啊，菜布那包菜头丝，菜头丝啊，菜头丝，哎，萝卜丝里面包萝卜丝，虾仁肉啊，香菇啊，蒜大蒜啊，好像非常的不错。但是哈，里边菜头丝莫炸上糟啊哈，哦，莫炸个烫糟啊，烫糟糟莫吃了，太干了哈，不要弄得太干，你给它哈，哎。擦啦，擦丝啊，你懂？哦，就弄去煮，搓成丝啊，哈，去煮熟来了哈。但是那个熟了以后，你那个汁啊，不能压得太干了。哦，太干的话就不好吃了。你按菜包吼，做嘛冬天要装着晾出来啊，种加工机中央吼，意思就是讲啊，它浆哈，它浆是比较漂亮，哎，比较漂亮。原来这个砖是说比较漂亮，有粉了哈。你讲搭配板啊哈，人人是包菜脯，底背是坦白模特人有菜条啊哈，啊跳模特人有菜条的时间是包菜脯，菜脯啊菜脯是的时间哈，该是老人人的模腌腌俩鸡啊哈，该是很多搭配板啊哈，啊俩就腌鸡的是很多菜包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看到俩种的客家人的菜包。嗯，普通市都客家庄真是得多的哦。嘿，你客家人是一天游的啦。嗯，有讲哎，你也看到哈，你也总爱做发办哈，发办啊哈是诶做生意哈，拜天公啊时节就爱啦哈，瓜子哈诶扫墓啊哈，去瓜子的时节，
过年才去讲安神位哈，入神佛，能够做风水，全部要用到了八板。而且这个八板哦，就是说人家在祭拜的时候，还有在办那个拜拜的时候，都需要用到这个八板哦。对，八就是发财的意思，发财了哈，发财的意思啦，天哪哈。哦，你很宽度哈，娘娘的起拔，对啊，娘娘的起拔，那你要还感应这种庄家很标准的吗？啊，起拔条虾哈，我现在就讲过嘞，刚才讲庄的起拔是很多是好 Q 的起拔了哈。对，为什么？啊，你啊的起拔会特别的 Q 呢？可以特别 Q 的起拔是要用糯米去种的，用糯米去种啊，糯米饭呐，糯米饭去种啊。不可以，一定要用糯米哦，它的粘性比较高哈。糯米做出来的起拔就是牛牛哎，牛牛呢？不是用糯米做的就不是牛牛哎。就无按牛啦，按好色啦，无牛啦。就按糯米这样做的做起拔，哦，这样就跟牛心。哦，嘿啦。啊，佮厉害人做的哈，用板的磨好去杀来搞的，佮很多切起。哦，可以用那脆皮的哈，脆皮就是比较脆，没有那么韧，哦，比较脆，对，较湿较软。所以讲，你用个起拔一般都做的时间，我用蛮高比过过哈，我用蛮中比厚色，又好一种方式了哈。头摆是头下头天啊，他有讲过了哈，高起拔头摆是个半车啊哈。嗯，切一块块，硬当当，将个木头去煮到胖胖，太太脚是这样削，哎，哦，是流起来，个盆头长呢是用棍来去搞哈，哦，用棍来棍子去搅哈，棍子去搅，厉害人呐哈，唔是用棍来搞咯哈，因为底下有个人底下哈，个做奶是用个搞粉磨奶个搅拌机啊，个电钻哦，电钻啊哈，把那个电钻哦去搞哦，轻夹又夹，又夹到挡软，夹到挡软先。哎，个搞个糍粑就好好些啦。所以讲，那讲伊的糍粑，不论是那有是咸的哦，也有是甜的哦，做的咸的分康用面啊，康用面啊，嘿，还有做的。我想观众朋友一定没吃过咸的糍粑。哦，我钓虾港人是常爱做些哈，做糍粑是会像普的康用来温呐哈。哦，烧烧的啊，那康用肉的当好吃了哈。就是烧烧的，用康肉这样吃起来很好吃。糍粑哈，要做的温头摆就头摆磨剃头粉是温米的糊啦哈。米糊啦。米糊是米啊，去炒烂的，然后炒被切来了哈。但摸出来的糊是香香香高的粉，然后是焦糖啊，是来问糍粑啦，厉害人是问剃头粉啊，哈，人家做的啦，煮的无糖水，老姜麻辣辣的啦，来问糍粑咩清好吃啦。用黑糖、红糖跟姜哈弄在一起，然后用这个热热的这种糍粑，不要捞起要挡好吃啦。我这以前我不知道有这种吃法哎。哦，给你们挡好吃了哈，这个甜的是法了哈。黄大哥，你看这个。红板跟这个甜板平常就比较看得到了哦。哎，你过年的甜板，过年的甜板啊哈，你传统的甜板哈，上面还有芝麻的。嘿嘿嘿，你啊芝麻是厉害人，讲好讲究。它会长软色。你啊物质很丰富啊哈，你啊麻青菜是买的豆条白什么哦。对呀。哎，那这个艾板是什么东西啊？艾板是艾板，嘿个叶是艾草啊哈，叶哈，弄那些叶。艾草，艾草，叶板，叶板啊哈，叶板就是艾草板，嘿，艾草板，它的颜色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嘛，它颜色会绿绿哦，绿绿的，要做绿绿的艾草板哈，个叶啊，扎多啊哈。沙白时节啦，是用一滴滴的鸡啊，哦，鸡粉啊，鸡粉啊，就是碱，碱粉，碱粉或者碱碱。做艾板的时候一定要加，那红板不要那个不要，因为你烫你的艾草摘回来的时候哈，你要用开水去烫过，那烫的时候你就加一点点碱，它的那个。它就会很绿很绿，而且哈，它浆色，它浆色了哈。那这个就是有加过的，这个没有加的，它也还这个没有加的。有加的话更就会绿绿很绿绿绿的哈。那为什么要用这个艾草板来哈来扫墓的时候用哈？
它也有典故哈。它是什么样的典故呢？因为哈，扫墓的时候哈，也要那个红龟板啊哈，哦红，哦红红。那个这个哈、哦、艾草板就绿绿的哈、哦，绿绿就表示很旺了哈、哦，就是你哈、哦，很旺了哈、哦，红色也很旺，嘿，红色也很旺，就是很红了哈、哦哦。这个就是说，哎，你那个，哎，给按墙啊哈、哦，就墙的时间是表示你的哈、哦，给。后生人亲王啊！哦，意思讲，咱普通时的像了，用个迄油状的铜墙色的捏板的花，很多去个金去风水金的时间哦，两个东西，它墙表示讲个打田铜王哦，铜油呐，哦，铜油王发力出招的，王气铜强。按风就迄加迄各种的，然后按火。哦、中妈妈，这个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这个、啊、这个、哦、就是做那个缝板啊，对，上面有一个，对啊，缝板那个木的啦，哦，按板的哈，做一只只，底部要包透纱哈，包透纱，好包好啊哈，是哪里啊？为了烟呐哈，透白烟呐哈，莫按好，莫像底下讲。哎对，跳啥是有跳啥，哎六跳是有六跳，买啊哈，我是个中奖就会六跳了哈，有想哈哈，哎你讲中年啊，含菜干哪会炒油炒啊嘞，每包含包红板加油啦，还是宽锅啦，是糖锅。糖豆了哈，一般那拜田公司哦，用为了美观要用，所以才用这个。这个哈是代表哈长寿，这里面就是一个寿字嘛哈。观众朋友，你看一看啊，这里面是一个寿字哎，一个寿字，以前的蛮聪明的哦。它那个就是说龟哈，也是长寿的嘛哈，长寿就是，所以它有乌龟的那种形状，对，乌龟壳那种形状。有讲，你啊种个，你啊很木个板，你啊浅的板，做浅板，你啊那浅的板吼，你是做一条一条，嘿嘿，这个叫浅呐吼，它是做一条条染染呐吼，这样起码一边边边的是拿起来的吼，那你拜天公啊是得啦，要做三十六条浅，做三十六只拜天公，嘿，三十六条浅的板，真好贴到个盘的啊，贴嘴嘴了，然后。红板没像样贴太透啊！各位观众朋友，经过人大家看到介绍之后，人说有客家人呢做的板呢，不管呢捏板啊、缝板，也是糍粑各方面的做法也是在无像样。人系咩厉害共同？我介绍来看，按多板呢样板做，一听到有东西，也是会看得出来呢做蛤，系嘛？做蛤的意思就是。啊、就是我们客家人的厨房，客家人的厨房在做哈，哎，不知道不晓得怎么样哎，我们等一下慢慢来去再去看一看，哎、嗯，客家人的做哈都带很样板型的一种方式，好来做哈，好不好？好，好来。各位观众朋友，你也来到这边啊，客家人的吃饭呐、啊，一定要有碗筷哦。也碗筷，我表弄那位啊，到古时代啊，看到多厉害，从小看到我那嘛该碗厨啊，你啊，如像嗯，从妈妈来为大家介绍，你啊，种个碗厨，普通时也看得到无？厉害家庭很就部分人头摆留下来去，很就用了哈。嗯嗯。一般厉害太部分啊哈，是有冰箱啊哈，用了冰箱啊，东西啊哈，它唔会坏啦哈。碗厨很系油啦哈。很系油哈。几个方式，几个形式冇相同啊哈。是像人来开的样，开的样啦，唔系俩样型啦哈。个厉害个物个嗯，个琉璃台底部是做冰碗咯哈。啲啊，碗厨啊，吼，其有其千好嘅个用处啊，吼，你做的冰室存嘅菜啦，哦，菜啊，吃剩的菜就是放这个，暂时放在这里，不是放冰箱吗？哦，从前没有冰箱啊，以前没有冰箱啊，没有冰箱的时候，都是放这个碗厨，它碗厨啊，吼，你啊碗厨啊，吼，就为其咧有妙嘅通风啊，吼，通风喺碗室或者碗冰咧，吼，即唔会讲湿啦，吼。那个菜啊，吼，食全的菜是冰的啦，吼，冰的啦，哦，食饱嘞是熟的啦，烘一团就掉出来，暖暖的就湿了，吼，含一做的冰，吼，
用碗啊、碗盘啊、盘的用品啦，吼，比如讲了地杯啦，吼，安管的，遮唔要有夫人的，遐有命的吼，有铜缝啊，吼。你像你两个有还有哪块有？哦，迄土箱啦，哎，土箱啊，吼，就，哦，做的冰哈，哎，小放下东西吼，你做下放爱用的啦，吼。像啊，比如像烧个啊，你啊，等于冇用啊，烧烧的啊，烧个啦，做得啦哈，绳索，快的啊，是说绳索那些勺子，刚才那个勺子，可以稍微勺子可以勺子啊，放这里，然后勺子放这里，放这里了哈，哦，还有那个，要下杯又，要下杯哈，又做得冰盆头啊，哈，冰盆比较大的东西，大的东西，比较大的东西啊，这样然后藏起。它冇用到诶，可能就它冇用到诶吼，嘿，冰了下杯啊吼，是好按样收起来，好抽起，唔要样浓浓胖胖的吼。哥哥们看到了吗？以前的碗橱哦，也就是等于那个现在人的冰箱，冰箱也等于琉那个叫做琉璃台下面的哦，有很多的作用诶，一个冰箱有好多的作用，你了解了吗？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俺看到俺那碗厨之后呢，俺那后边啊，就会俺那坐下哦。所以讲，大家看到你坐下呢，啊，非常的啊，古态和传统。哎，钟妈妈，为什么煮饭的时候那个煮饭的地方要放这么多的草啊？还有木头，为什么？从前没有瓦斯啊，瓦斯。然后我们这个柴呀，哈。就是当瓦斯这样烧啊，就是当燃料啊，当燃料哦，我们叫做炒醋啦哈，炒醋哈，你啊，是很多炒诶，粗的叫做炒诶，柴就叫柴，炒诶很多柴就是柴啦哈，柴的意思，柴的意思啦哈，那跟钱财的财那个也不一样啊，就是木材的那个火柴那种柴啊哈，就是木材的柴嘛哈，木材的柴念那个柴，柴是那个火柴。火柴你知道吗？那个柴，火柴我知道。哦，那个那种那个柴啦，我就叫木材的柴啦。那发财的柴不是木材的柴，是就是念法一样吗？就是火柴的柴啦。哦，对了，就是火柴的柴。哎，柴位啦，柴位啦，木材冇空让啦哈。木材的柴是木材啦哈，柴位啦哈。啊，你啊是讲到炒错啦，炒错。错是错给错给就给右外手吧然后然后还跟我管啊忙我呀挑拌你都我管啊你给我管你写为错给错给哦两个错给是要烧这种草还是那个木头啊诶有的对啊某一天哦有的人啊没炒错啊哦你啊无干啊，头摆割刀啊，是青刀是羊刀刀啊，是剑冻啊，剑小的啊，剑冻的俩哈，那小火管加油啦，再放那个木头，嘿，对啊，起火用，也可以当起火用，也不一定，也可以当全部的燃料。哦，哈，头摆人煮菜啊，哈，对啊，无按多炒还是。错格的弄了两三格就可以，又多转去炒炒两下。就是帮的哈。哎，又多转来弄弄啊。以前客家人的起火的工具就是这个稻草。哎，稻草，还有给种俩种的哈，俩种。哦，小竹子啊。俩是用竹的啊哈，也有香丝吧，有树吧了，也有树木材那个树枝哈，把它缠成。对啊，那这些东西要放哪里烧啊？这个东西哈，先用你先。这个用稻草，这个起火，然后这个架在上面，这个比较耐火，然后再架粗的更耐火，哎，这样子哈，燃烧起来。那怎么样使用呢？就先拿这用火柴啊哈，点燃了哈，哎，点燃了就放到里面去啊哈，放到里面以后再放那一个哈，放进去以后看它着了哈，再加那个粗的。就加粗，先后来再加这个哈，啊，再加那个粗的，哦，再粗一点的再架上去啦，就这样。那以前的人哦，煮饭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耶。是，以前的妇女哈，一个人一定要在这里一直顾着说，等那个烧完了，最好有人来帮你烧火。那你煮都俩炖条啦，炖条，炖条粗点的就来烧火啦哈，哦，还有一种做条啊哈，技术下边磨料缝缝啊，磨料缝缝啊，对啊，跟到牛马做啦哈，牛马做，哎呐，开始哈烧火时节，因为下边磨好弄缝啊哈，
你烧的东西多的是这个，是为暗做啊哈，唔会错啊哈，唔会错，写说用你火筒啊哈，你火筒滴落去啊，火筒啊，系火筒啊哈，滴落去做红都是用按再去捆啊。火灯喷出来的、哦，就是去吹了哈，吹是吹 吹, 吹那个气进去，它的火就着起来，就这样子了。哦，所以讲你啊，起火起迄臭的时间哈，可能当过都有烟虫啊哈，那烟虫永远用扮演的。烟虫哈是你啊，不用有个一个甜的。哦，你啊哈，你啊是很多诶、欸，这是烟虫啊，烟虫掉了哈、哦，啊烟虫掉条白银哈是有好果了哈，早上丝丝各方方啦，丝丝各各啊哈，你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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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虫啊将掉到个面板啦，哦。跳到木板机了，啊、哦！你啊，伊咧，你啊做工地咧吼，伊个气啊是对咧微上，跳白你啊你啊烟囱啊吼，色彩是黑吼，跳到咧只做工的面板，哦，伊火按烧落去是对咧微是，就咧起来了吼，不是摆在这里了哈，不是摆在这里了，有两只了，有两只，两只我是两只烟囱啦，哦，哎呦，真的等于还有烟机是不是？不是，是冒烟机，排烟啊，排烟啦、啊，排烟筒，排烟做的，排烟筒啦、啊，排烟筒，嘿，排烟筒，排那个烧木材、烧那个的烟筒啦、啊，排烟筒啦、啊哦。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也看到哈，你也做安尼做工，你做工蛋糕呢，你看得到哈，你也收油哈，你也有整天班啊，也还太忙。顺啊哈，所做的东西哈、啊，你按看到你还会做做红蛋糕哈、啊，做东西，做嘛有点种个饭呢，啊，你还买个东西，你还做点东西，你还做东西，你都忘记了，还用用哈两两只哈用个竹竹个啊哈，竹咩的诶，长两只人钳的啊哈，一只好大，一只好细啊哈，是用两个很多。诶，无管去拼啦哈，拼到你按到你也算到沃位啦哈，你啊沃位啊，所以加到个沃头头个蛋糕啊哈，就诶预防啊，你啊带下你啊底是按到蓝牙的啦哈，你啊按到蓝牙啦哈，你啊底按到蓝牙是加到你啊蓝牙，诶蓝牙加到你啊沃位面蛋啊哈，其实唔会本吼，你啊沃头个小个纳多啦。哦，养小体啦，又想喊人煎蛋，煎到唔记得甜水啊哈。含啲啊啲啊，农场是加多点面蛋。蛋糕啊，冰啊，对。哎，面蛋啊，是点哦。这个蒸笼的形状很特别，好像小房子哦。哦，这是小的啦哈。小蒸笼。哦，这边有一个大的。哦，真的很大哦。哎，你啊，夫啊，哦，是迄胎啊胎的啦，树农场的哈。大。嗯。小蒸笼是蒸小东西。哎，对啊，迄木头好细，是你啊细只的哈。哦，你啊，你啊，一般蒸嘛，来蒸饭啊，蒸甜饭，蒸蛋，蒸粉饭啊，条饭哈，你啊，吼，你啊，农场去安样，好几层哦，你啊，你啊，农场管的哈，就是面蛋饼俩蛋嘞，你啊，那蛋嘞，蛋嘞，蛋嘞，大概就是放着，就是这个叫做蛋嘞了哈，客家话叫蛋嘞了哈，就饼都俩嘿。蛋糕，这个大概就是上面放东西比较不容易掉下去。对对对，上面哈、哦、又将头半银子抹上了，有料的哦，今天办啊哈、哦，就要拿煮好啊，铺多了面蛋，按用细嫩哈，将饼半平，面蛋饼甜半落去煎，按用哈。佮种了用用整甜半中央哈，一半银的吧，佮整甜半的吧，装好些了，煮熟的时间就得拿下来。嘿嘿，就收了条东西哈，就拿去了。哦。木头很厚。这样诶吼，嘿，叫做下底部做诶，做头。做头。啊哈。做头啊哈。嗯。灶头。灶头啊哈，头摆人咧做面条呐，一天系缝诶啦哈，每天拍诶，缝诶啦哈，缝诶将好火了哈，做条想想个火来了哈。兄弟还用用点用那泰博条。嘿，泰博了。泰博条就是泰博条是。就是大的一个。大的锅子。锅子叫做沃条。沃条，沃条就是锅子。锅子了哈，哈。啊，像什么什么头一样啊，像苹果一样。哎，那是我们客家人的口头语哈。口头语。口头语喜欢就什么。
嘛该跳嘛该跳啊！哎呀，我知道还有一个东西哦，光头是不是光跳啊？光跳呢？真的吗？光头就会光跳。光头就光跳啊！哈，是一个好像我们的助语啊，哈，口头语。比方说啊，哈，哦，你按到嘛该咩？你按到阿敏啊，哈。按跳啦，阿敏跳，哎呀，客家人喜欢啊，在人家的名字后面加一个跳。就是这样叫人称呼，黄大哥跳这样子，黄，嘿，黄跳啊，黄跳啊，哈，就哎呦，行啦，你啊太老是讲跳拜年啦吼，我就按到翻啦吼，所以按太叫我跳，用太包的了，炒菜，炒菜就翻啦吼，跳拜唔咩讲，像你啊用哎呦天包就翻啦，你啊跳拜。哎，刘天太包翻太港人头拜港中人啊，全部是青岛人吃翻啊哈，所以按他家个包啊哈来煮翻，哦，姜辣丝啦。哎，这个要怎么煮饭呢？煮饭哈，因为煮饭我只知道说要使用电子锅，那这种这个哈用很多水哈，然后米洗好啊哈，放进去煮啊哈，煮到那个米熟了哈，把它用那个刚才哈抹开。饭料哈，料起来，该刚才跳下讲该饭盆，料都该饭盆度了。就等于让煮饭煮好饭。哎，那底下的那个饭是不是可以做成锅贴？是不是？底下不没有了，底下做稀饭或者饭汤啊哈，我们就给猪吃了，这样子。哦，又想哈饭料起来，是不用反熟啊，煮出一碗沙碗沙锅那样。如果你是剥条笋子用我有一只神灰哦，佮很多做卷子啦，做卷子吼，也喺印尼度吼面甜啊吼，也唔怕唔担心啊，你客家人有安啦，一般吼，印尼中国人啊吼是挺尊敬的做卷子啦，哦，做卷子是的赵军嘛吼，哦是几位伯父印尼一家人啊吼，诶。平平安安哈，打十万几十年啦。你讲爱年年哈，六凶全部平安啊，全旺啊，阳平。那这个拜这个神位哦，要放在这个灶的旁边，灶的旁边哈。嘿嘿，我古人里的他讲，一家年灯哈，合家年灯变六凶。现在的人有没有拜这种神？有，也有，也是放在灶的旁边吗？不一定，有的就把他请到天堂，跟我们的菩萨那些一起同。你看到我的旁边那两只嘛？两个菩萨，菩萨是菩的流啊，流水用来了哈。七彩光中的流水啊哈，很轻巧哎，感觉上。但是，嘿，你啊，无嘛个污染，吼，也无嘛个化学的那种的啦，吼。哪个？各位观众朋友，你啊看到介绍的呢，啊，泰国，啊，俺用完了煮饭的蒸笼之后呢，俺也看到都好贵的啊，咋？你啊咋很嘛个东西呢？你啊按到米其目标啦，米其目标就是米台目是不是？制作米台目的东西的工具，米台目不是那个揉成一条一条这样吗？这个一定一般营养蛮严重哈。你啊吼头摆啊吼，跟米其目个板块去做好啊哈，就你啊挖条水啊，太太挖哦，水就不易滚啊哈。啊，跟米其目跟板块啊是那多点吼。该是清醒苦哦，他俩米其木啊，该水都落过南京冲那些东西哇，你就三万滴点味啊，擦，该累哦累啊，见累哈，该差不多就结结又无团哦，能团点到面档就会比好熟太起哦哈，我早点很意思啊，是徛个卧餐之点，见拉比转，水比转。你种些米其木是唔结团，是不是一条一条的安样型啊？哈！哦，原来米其木呢一条一条就是用这个一个洞，就是这个一个洞一个。各位观众朋友，你们知道吗？米其木哦，为什么做起来一条一条这么整齐？就是用这个米其木的这个客家话怎么讲？米其木饼，米其木饼做的，所以才会这么的整齐哦。所以讲介绍咧米其木饼。饼哦，也非常的少看到哈。你按看到蛋糕，你也用的去捞嘛个东西。你也是很多饭料啦哈，你饭料哈，煮饭那些饭盒用你捞起来，对饭盆装啦哈，捞起来定比早哈，饼个饭蒸度饭，饼饭盆度啦哈。啊，今天还做米其木，做米其木哈，哦，擦好嘞哈，擦就差不多，莫讲贵哈擦的。
差不多了是肉啊，差不多吼，哎呀，煮好了吼，莫上料啊吼，唔煮个料起来，料多该，嘿，先料多该水桶吼，有水的味素装嘞那样型吼，先冷冷水啊，料个水桶煮，等下水桶是倒啊插起落去，嘿磨很少又磨磨很结结啊吼，唔煮个各冲冷水各洗。冷水洗到米子木吼，哎呀，现哎一条条唔会上盐咯吼，就多多个个嘢都长咧，个很多事业都长咧哈。哎，做一张米子木啊，各方面的各上地方都要得得地方都要注意哦哈。很多咧，各地方都要注意。对，咧个工序啊，像咧条咧东西啊，全部啊互相个利用啦吼。咧饭料唔单像料饭啦吼，啊你做米奇木也做扮演，条扮演木个料，全部用咧料啦。做扮演是老扮演戏。嘿，扮演通常也用咧料啦。哦，厉害。那这个就是说，一个这个东西就有很多的用途，就是。对，很多种用途。不要说单单只是捞饭。点菜、杀菜底下木头哈，哦，熟咧咪用咧料去咯。将个木个杀熟咧，咪。用啊，留意啦。嘿，留留意啊，用笔找水啊，用笔找水啦，就是的。就是点青稻的作用，高点是嘿。点拢个料的吼，不管是什么东西哈，我做扮演也好，也做米奇帽，也还个菜啊，汤好时啊，留意啊，用用吼。全部用的多，用的东西哈。全部用的多啦。哎，你啊，大家都看得到吼，你啊，用的东西也非常的实用啊哈。你看到啊，你啊，你啊，你啊，边上有只太杂的，你啊，张。哦，你啊，磨烂啊。哦，那磨烂。你啊，磨烂都磨烂了哈。你跟刚刚看到的东西有点像。磨胸样，你啊，磨烂哈，你啊，面哦。太杂的。几松层了哈。哦。松层面的做的了哈，你啊，片哈是那面墙啊。面墙哦。嘿，面墙了哈。是面很强。就是那个竹子啊哈，竹子哈破的那个。欸、我们都是那个、哦、竹子有表面有表皮的哈，表皮是青色的，表皮的这个青的了哈，这是表皮，就是、哦、对 对, 對表皮，竹子的表面就叫做麦墙了，麦墙就是竹子的、啊、青色的，哎，啊对啊哈，是去做饭呐哈，做诶、做菜包加用到几嘞，做诶。拌人啊哈，我滴个面当切拌啊哈，啊个做米奇木啊，个哈哦，讲我切个米奇木皮吼，也爱用俩来切啦。哦，也是有很多用。做那个汤圆呐，做年糕啊，都会用到这个啦。对啊，哎，磨烂是切拌用哎啦哈，切拌用也做点拿来晒东西啦。钟妈妈，你刚才讲说磨烂就是有很多的作用哦，有什么揉那个板揉板哦，还有。晒东西啊，晒东西啊，晒东西，对，都可以用得到，很多作用啊，有很多的作用哦，磨烂有很多。啊，从前人啊哈，要剁鸡肉啊哈，剁鸡肉的时候，家庭很多人的时候，他这个是叫做砧板桌了哈，砧板桌了哈，啊，佮磨掉砧板桌就想要切菜啊，就得家庭了哈，是用了磨烂，铺到天来下，带下铺铺胎，要磨烂哈，磨烂是冰到天来下，就将冰。冰个很多切菜的冰的哈，你个天来下古人剁鸡肉啊，他唔会弹走去啦。那就是这个我们磨烂哈，底下放那个麻布袋啊，麻布袋之后，然后放的磨烂上去，冰冻一蛋糕之后呢，把我们剁鸡肉的那个板砧板呢哈，放在磨烂上面。啊，去剁啊哈，那个就不怕鸡肉弹出去啊，弄脏了。也有这样用啦，那是早期的人。很有人讲哦，比如嘛，普通是过年的时间，讲剁鸡肉吼，本人提到伤眼太伤啊，哦，条条出表我天来当吼，还磨眼太伤，莫硬伤啊，剁鸡肉剁好，然后隔壁李三唔讲，哟，你又要剁鸡肉了哦。那如果说现在哦，比较节省的那种观众朋友，你们可以去买一个这个啊，鸡肉就不会弹出去，才不会让。不过现在不用你自己剁也可以啊，哈。给人家做的，这为什么有两个大小不一样的、啊？哦，这个是米缸，米缸，米缸啦，米缸，米缸，装米啊，装米的米缸、啊。米缸哦，本来米缸就没有像的安太窄了哈、哦，啊，几粒是哈，本人合宽了哈，象征性。贴一个满字哦。哦，满字是表示是。很满，很满，就是永远我的米缸都那么满，都那么满哈、哦，就是一个祝福，
嘿，是一个好的圆圆满满的意思。大的是干嘛？这是水缸，缸水缸了哈。水缸，这是蜜缸，这是水缸。嘿，蜜水缸啊哈，头摆是毛刺来水啊，我现在在开水啊，我准备我家笔筒开水啊哈，然后江方开水啊，所以用的暗缸来炖了。以前没有自来水，没有了，不是有那个井水这样用打的，井水打也回来要缸子装着了哈。讲的讲的，我用啊是用个上马的热水，热水啊，头摆那水没喝，喝莫按垃圾啦。哦，头摆那种叫水清香啦，无污染，很干净。所以讲要用水缸来装水，做一般人啊，室内水啦、煮菜啦，各方面都用得到。做一点水缸装了，一般那游泳缸用砖来接起了，砖来接起了，用粉末来，这是点好慢的时间吼，慢的时间这样用多啊，一般都用了太水缸了。你俩讲水来，头摆先讲到粉末来。哦，这还有眼意思了。粉末是意思是就是水泥了哈，因为水泥啊哈是洋人哈，他们先有的用的哈，我们哈他因为。从前荷兰人啊，头发红红，我们叫粉磨奶，粉磨粉磨的，该记得用个奶。因为以前洋人都是红毛的，红毛的头发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黑发的。所以那粉磨奶，洋人的东西啊，以前水泥这样子来称呼啊。哦，现在的水泥了，以前人粉磨奶叫做粉，那个水泥叫粉磨奶了。水泥叫粉磨奶，就是。所以讲，各位观众朋友，你遐看得到的，俺客家的东西呢，非常的多啊，水缸也好，蜜缸也好。各位观众朋友，你遐来到就看到，俺客家人用的托盘。托盘就是。托盘。托盘就是托盘。哎。托盘的意思。你客家人用的咧托盘哈，从妈妈咧看到咧托盘，底部有花纹哈。一般你做嘛用，俺用般人就使用了什么托盘，用嘛不重要嘛。吼，寒时节也穷人家做会用了吼，俺一般青年客啊，调菜用的啦。哦，调菜啊，比如菜按熟啊吼，比如做点面蛋啊，调是唔会熟啦。哦。啊，调菜啊，用了托盘啊吼，有咩有一只规矩啦吼。一般调菜啊吼，咧腌啊，说香是加五香料片啦。咧腌啊，香还是加了。嘿，吼，还用现调啦吼。那些讲吼，二十千万是唔会用大王调哦，跟银子会拨压咯。哦，还用油做唔得，用蛮硬哦。祭拜的意思哦。对啊，这样子的吼是祭拜死人的，祭拜过世的过世的人了哈。跟普通啊，你调银啊吼，都跟银落啊吼，出山跟银啦吼，跟神桥啦，买啊是爱调一船啊本，最后跟是一船啊本，我见假跟西太银啦吼。就会用大王调啦，所以啊，你遐用大王调啊，你是千莫欢喜啦，吼！哎，你正常的人吼是会用调啦。这样才是正确的，嘿嘿，这样这样正确的啦。观众朋友，你们看看哦，这个托盘呢也是不能乱拿的，他这样拿才是正确的姿势哦，要这样子端给人家，是端给那个活着的客人用的，这样子直的是给客人用的，横的呢？祭拜人用的哦，千万不能误会。可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呢，拿托盘好像就是这样子上面撑着。对，都是这样子撑着哦。那拿以前的托盘的时候，记得一定要礼貌哦，要这样直的，就是给客人用的；横的呢，就是祭拜用的。你了解了吗？所以祭拜是祭拜。祭拜马王者哦，祭拜王者也不是祭拜给祖先的哈、哦，祭拜祖先可能也是要这样子拿。祭拜祖先，我们一般来讲也是习惯哈，就是这样拿了哈。就是说，当然也有人用这个放神米啊哈、生鱼啊哈，就是鸡鸭也就是打横放的了哈。这样子，你现在有铜盘子嘛哈，用那个哈铝的盘子哈。你要不用神鱼是那样大碗，听吧哈。你要偏不用猪肉，你要不用鸡，你要不用鸭的哈。哎呀，现不用肉，不用那个五神套了，你啊。哎，用大网说能五神套啊，没，那是讲你丢人去的时节了，唔用大网了啦。我们拿给人家的时候，一般请客客人的礼貌，一定是要横着
不可以横，不可以横着拿，千万不可以横着拿哈。哎，像银行的时间，那亲戚朋友，我本人像像银行调翻调出，本人是一定要按用银调，哦，按用银当一种礼貌啦，哦，就直的拿才是有礼貌。但是讲你要托盘亲多作用啦哈，调拜银啦哈，莫按拜拜五神的时间，每做得用力个拜啦哈。拜五神的时间，拜五神啊，拜神哦，也做得按用银是大王的啦，哦。按丢起来紧，按丢丢菜本人是人，按大王是做唔得啦，吼，是很容易。哦，所以各位啊、观众朋友，看到啊，你托盘的使用方式，很用扮演啊，左头有太左，又有西左，有水缸，又有米缸，也有菩萨，也有用扮演做安尼米奇嘛。所以讲，哎，客家人都咧吃的方面。要非常的有研究啊，也很讲究哦。像这个托盘，就是说直的呢，就是说给客人的才是有礼貌的；横的呢，就是祭拜王者的。然后还有吃饭的时候，那个位置啊，坐这样一进门看到这前面就是上座，然后坐对面就是主人，两边的呢就是客人。以前的客家人呢，新娘子结婚的时候坐的位置就是在房间的角落。让各位观众知道了吗？所以讲，安用嘅方式啦，连客家人连俗哦，做唔得，冇唔记得咯。啊，吃饭嘅时间尤其冇重要嘅一种位数啊，拿托盘也有加一个规定嘅一种方式。所以各方面咧，客家连俗啊，啊，多啲啊要时常清洁嘅。咁希望各位用钱冇唔记得，客家人不管咧是各方面，都特别要注意，要理解啊。今日都非常嘅啊，欢喜，有这样的。啊，庄妈妈来介绍案情处，很有机会啊！啊，也请我们到啊庄妈妈家里去做客啊。他们看有哦，啊，石头人客家非常传统又好吃的客家菜嘛，哈、啊。什么庄妈妈哈？什么？哎，唔会啦，唔过哈，爱好爱是个乡庄啦。其实哈，爱先生哦，是很相喜的。大家都很爱徐妈妈啦，哈。啊，你今日哈唔比下冇关系啦，哈。哦，意思是讲，庄妈妈家先生是相气，相气啦，哦，相气哈，啊，相气的时间哦，应该很喜妈妈啦，哈，没关系啦。哎呀，俺客家人呢，用条件有冠夫姓啦，客家人冠夫都有，冠夫姓，每个人都有，哎，这是称呼上的问题。那个，因为我姓林哦，那我如果说找一个冠夫姓的，也叫妈妈的话，那你嫁给姓张的叫张妈妈，张妈妈姓朱的怎么办？姓朱妈妈咯。朱妈妈其实今年猪年哦，朱妈妈没关系啊，没关系哦，听起来也是蛮可爱的。啊，所以讲今天啊非常欢喜，好来介绍人家私人问题。接下来呢，还有讲啊，从呢介绍人神父客家人呢做嘅，客家人带嘅，还有客家人行嘅，都带有乜东西，人大家慢慢的来欣赏。观众朋友，忙介绍客家啊作嘅神嘅时间呢，你借啲机会啊，顺便嚟俾大家嘅介绍客家人哪一种所有啊这个土本人啊，也系个性人用得多嘅东西，你啲乜嘅东西嘛？你阿做人看得多嘅啊，你阿当过嗰八仙菜系嘛？八仙菜，嗰个八仙菜，什么是八仙菜啊？八仙菜，不是八仙菜，是有。八仙过海，那个彩的那个彩，就是像那个他们过海的那个云那些，就算彩吗？对，我们来请庄妈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哈。啊，那八仙菜哈，一般来讲哈是祭祀那些拿出来用，还是哈给要有人买来送人，老人供好哈，送人啊哈。一般那个庄女士说可以送人耶，那你可以送我，然后我也送你。可是我不了解，就是说因为这么大哦，一般的家里的门好像没有这么大，是不是有小的？诶，有啦，有加上尺寸啦哈。比如你那屋啊，好太简啊，两窗啊，里面有两窗啊，然后也有窗六个啦哈。你要是很普通哈、哦、是。
哦，爱你先无阿妹啊，其实买俩本来啦吼。含酒啦吼，今天含人啊，套新娘是夹人去的啦。哦，用夹啊去啊。是新娘的嫁妆啊，是有俩种东西啦，嘿。嫁妆。哦，几块片迄丝绸啊，你咪早点买俩种去啦，吼。啊，几乎下迄酒，唔是买你就莫买啦。哦。啊，人家新妇吼，日本的啊东西是外加送来啦。哦，外加。以前的嫁妆就是有这个东西。对，嫁妆里面就是把一些用当嫁妆，然后拿到男方去，男方家去，然后挂在门上，对，挂在门，非常的精致哦，非常的精致。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你八仙菜呢，主要呢客家人啊，土不用你心窝啊，这个家摩的里头都用的都爱用的东西，都客家地位也非常难得啊，做生意啊，所以亚金这个。啊，结婚的时候可以当嫁妆用哦，哎，平常时候也非常的特制。还有那个厨啊、厨子啊，还有什么东西都可以送啊，冰箱啊，什么都可以。哦哦，现代人就是没穷用啊哈。哦，啊，了解了八仙菜之后呢，嗯，继续呢有机会啊，那了解啊，客家人做啥，啥物很用白人，有嘛没穷用的地方哈。哦，哎，你来一看呐哈。各位观众朋友，今天都跟客家人啊，食衣住行地位衣，衣也就会啊，衣就会散户啊，啊，所以讲各位啊，观众朋友，今天来到了现场，看到很多啊，所有客家人做清朝都啊，古代都现代民啊，都里啊所做的散户呢，下面请钟妈妈介绍人介绍客家人做的散。有乜嘅地方特别我哋提出来，大家来讲嘅地方冇？系哦，因啲客家人哈，以前做嘅衫啊，哈，就系个很多太琴衫啊，富人家做嘅哈。太琴衫。太琴衫嘛，哈。什么意思啊？你啊，按用闽南话来听咧，你啊用闽南话来，很多琴头啦，哈。琴头。啊，太琴头嘅衫啊，太琴衫嘛，哈，等下给司机我看啊，哈。男人着的是很多对胸的啦，哦、对胸开的啦哈。含该些好好，有特别的专业细节啦哈。含些咩有着的长袍马褂咩哈？长袍马褂。嘿、嗯，长袍马褂也咩有啦哈？客家人咩有？迄个好特别，迄有物个行太里啊物个哈？该该店里将就着样衫啦哈。哦平常是做个安喏对胸的啊，对襟衫、哦、对胸的平常是对襟嘛哈。平常是穿到这边的，是不是扣子？平常穿。还有永远做的啊，对的啊，不要内外线。内外线啊，两个都中间开开到中间。嘿，还得要用个布巾来打内外啊，永远。哦。哈，唔要像你啊讲用用的啊，你啊个发好线头扭枪的啊，你啊安多你啊。内围哈，布纽，嘿，得用俩安样型来内围啦哈，俩是很多太琴衫的哦，棉哦，俩棉哦，太琴衫，这个很保暖哦，你可以看到里面哦，还有棉哦，俩哈，几俩哈，俩是很多琴头，琴头，嘿，琴头是俩俩，嘿，金头，嘿，哦，俩俩带下就带安头嘞，安牵过来了哈，几俩是没琴头了哈，俩是哦。本来琴头哦，西来西莫，下面无穷用，也有讲用用是无穷用。西来的没有琴啦吼，琴其实也样矮矮吼，其实两七七块的下，那位样哦，那对琴衫。哦哦，西来的。西来的吼，南富人家是有俩琴头，那太琴衫。哦哦，西莫做那太琴衫。嘿，太琴衫。很多人讲是讲是说小姐是穿这种是不是？啊，男生。小姐。小姐就是开旁边，啊，谁来吧？哈，就中间，开中间。谁来吧？就是男孩子，男孩子，男孩子叫谁来吧？谁来啦？谁来？男孩子来。哦，你觉得男孩子穿的话就是开中间，女孩子穿开旁边哦。还有就讲吼，哎，你除了做个衫之外呢，还有啊帽啊，还有鞋啊、裤啊，有冇个毛孔样哦？
这种人厉害哟，头摆吼，还讲有戴帽诶，可是个帽诶都清朝时代呢，吼，也有讲无重要，迄没有特别的地方。帽诶吓，帽诶来讲吼，比吼，诶布暖啊，有个安落毡帽啦吼，迄毡帽吼就没重要吼，有得开始好神气诶人啦吼。哦，真有作用，像戴帽诶。养营养哈，人家养粘毛啦，粘按照粘毛啦，粘毛啊，哎，蓬蓬的，蓬蓬的哦，个个像毛子样讲，好硬啊，好厉害，厉害，好看啊，还有简单带啊，个买个胖啥毛还是个热，个很多乖的毛哈，乖的毛，毛的料味挺多的，粗的香啊哈，挺多。哦，种你啊厉害，看得到的吼，你啊，这是摸，这是。你啊，同个摸的形式，青岛嘛有铜摸啦，哦，生意的摸啦。生意，你啊全部生意，大部分生意的摸的啦，哈。哦，你大部分生意的摸。嘿，像你啊吼，就按到胶头摸啦。我咧弄个胶头摸啊。那带点就较少啦。你种你啊，弄个做生意，生意的。全部都是生意，你啊是去太原的啦，吼，你啊可能去。哦，太原的啊。嘿，可能你啊用。嗯，那些人爱戴嘛。雅静，你哪一些是铜帽啊？哪一些是铜帽？铜帽这些是铜帽哦。嗯，这个呢，那也是小孩子的帽子啦。哦哦，是你的帽子。我知道一个东西，就是男孩子哦，男孩子哦，很怕戴一种颜色的帽子。哪一种颜色？黄大哥，你说。哦，戴的帽子我可能也不太清楚啊。不过这个里好像没有这种帽子啦。嘿嘿，没错。戴绿帽子啊，快晚收了哈，绿帽子哈。但是呢，像他讲人说有诶某诶来讲一番，你看假诶工哦，做诶工哦，要非常诶谨慎哈，做要要非常诶要啦哈。所以讲诶，你不管咧生人、太人，也系干毛、细毛诶戴呀哈，非常诶好看哈。按平常时的啊，要当少看到爱用人某诶啦哈。诶，你诶还有乜嘅？根本平常看不到啊。哎，黄大哥，你刚才讲说猫就是帽，是不是？就是帽，好像毛哦，好像在说毛，那铜毛女用毛的。意思就是说帽子就是猫哎的意思，后面加一个妹哎的意思，猫哎意思，猫哎就是帽子的意思。哦，所以讲各位观众朋友，可能那个节目唔爱讲客家话呢，尽量做的多点节目当中啦，慢慢的学客家话，跟雅静一起学啊，学客家话哈，嘿嘿，走。啊，哎，你也来看哈，你看，所以看到你也是太紧身啦，哈，雅静，这个就是太紧身啦。我们女孩子穿的是，哎，女孩子穿的，开旁边的呀，总归做完太紧身啦，太紧身啦，哈，你也穿长啊，又扛发辫啦，哈，你又光你又扛啊，你又发辫，有错未？哎，又扛发辫啦，哈，你三袖要太窄了，哈，嘿。哎，以前的人装钱是不是都往这里面装？是装钱的时候，有荷包，哦，有荷包，荷包，小荷包，荷包，那时候已经荷包，可是我看到电视都这样。不会啊，是有安夹拖的人哦，哦，你啊头摆太紧身嘛哈，你啊两拍毛哈，记得你啊到位哈，有安一夹细拖的，哦，头摆阿婆做啊时节，阿婆做阿婆的个。给你还买荷包呀？你荷包是长嘿，是荷包哦。你荷包很长哦，你啊挺长的啦，吼，全部有绣花啦。绣花的一扎扎的，你全部。这就按到荷包啦，就把你装钱的啦，哈。你啊荷包一般是拿树上的，也还讲夹它跟那个。夹到个斧头下。哦，那夹到斧头下，谈的什么？就把你装哈。不是夹到斧头下。夹到斧头下，意思是讲哦，把这个荷包，以前我们装的时候。就把它放在我们的腰裤带这个地方哈，绑在那个裤带上面的哈。那以前的钱是不是比较少？那荷包感觉上哦，看起来都很小。头百年的钱好太低啦，不是几多啊哈，是普通出门啊哈，是没带钱多啊哈。那以前的出门没有带很多钱呢？对，因为以前的钱很大，懂胎啊，哦，懂有力啦。所以讲钱不是带很多，加荷包都较细啊，哦，足要装要也非常的
讲啦，哈、嗯，像你啊，你啊有哈太在嘞吼，你啊说进荷包诶，围多个肚，你啊大胃样肚实，你看到一条白吼有人。这个作用好像是感觉上好像是霹雳腰包，对对对，猪枪厉害，给人带个旅行袋中央哈，啊，加点出正经的腰包哈，主要荷包。穿的腹带哈，腹带穿到个个。腰带哈，两片腰带哈。按塔链。穿那里啊，个腰带个好哦。嘿，包到个肚脐啊，是最安全的。哦，错错错，那更厉害中央哈。